MRS 是珠海第一间赛车模拟训练中心，更加是中国首个由真实方程式赛车队所开设的赛车模拟训练中心，是由著名中国澳门海飞方程式赛车队何汉强先生所处理。他所提到的理念是希望召集到一群对赛车充满热诚而又对赛车文化认识不算太深的朋友，透过象征度极高的赛车模拟器去感受一下驾驶体验，让大家对赛车运动有更加深的认识。在今次举行开幕礼的同时，亦都进行了第一场 MRS 赛车模拟挑战赛。除了开放给公众参加的公开组和传媒界的媒体组之外，最星光熠熠的就有一场明星挑战赛。MRS 力邀港澳冠军车手去参加这一场明星挑战赛，包括有香港刚刚赢了 GT 组冠军的 F1 车手方俊宇，三届 CTCC 年度冠军殷卓伟，2016澳门路车选拔赛总冠军谢瑞麟，首位参加6小时 LM 赛的詹家图，2010年 HTCC 年度冠军曾善载。而澳门的车手阵容就有2015年度日本 Super GT GT300 的年度冠军古图，2015年 F4 组年度冠军的 Julio， 2012年澳门电信杯冠军梁恩荣，参加过 WTCC ATCS 和澳门 GP 的车手巴拉华高。胜出者除了有大型的奖杯奖座之外，还有丰富的现金奖。现在就带大家看看当日的比赛盛况。据知 MRS 亦都有意举行年度赛事、分组赛事、车队联赛等等不同的赛车模拟比赛，还会定期邀请一些职业的车手在现场讲解、指导，讲下各种赛车的调教等问题，令到不同的群体都可以共同享受赛车模拟器的真正乐趣。而去到最后，如果车迷真的有兴趣参加现实真正的赛车运动的话，海飞赛车队亦都可以提供协助，这个就是 MRS 和海飞车队的最大重点合作。来，看一下，看这里啊，看这里，明白就好，看这里给我了。